ใช่ก็หลบสายมีเด็ก係一落嚟咧，呢六首歌咧係威爾第嘅一套歌曲，就《浪漫歌曲》。
Oh, Lord.
叫《女人皆如此》，都是同一個歌劇。咁咧，佢就係一個個工人，個工人咧就會，佢就服侍兩位小姐啦。咁佢係一個光科工人，咁佢就因為嗰兩位小姐咧為情所困啊，咁於是咧佢嗰個工人咧就行出嚟咧就話：，唉，你哋真係唔識一個少女。要得閒咧就扮下撒嬌，啊有時咧你要講真話，有時你要講假話，有時咧你就要即係作下狀，俾啲男士咧控下佢，咁咧你先至可以吸引到啲男士噶咁。咁當你咧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你就係女王啦。咁咧當你係一個女王嘅時候咧，想要咩都有啦，想要咩男人都有，使乜為而家你所嘅呢個男人去令到你自己咁唔開心咧？咁呢個工人咧就係唱呢首歌咧，教佢兩個主人點樣去做一個錯愛嘅事。咁第二首嘅歌劇咧，我揀咗一首咧，就係、呢首歌劇咧就比較唔係好多人熟悉，但係呢首歌劇又得嗰首歌就咁，佢係一個。嗰個歌劇叫做《阿德麗安娜勒古夫洛》，咁佢係講啲咩咧？佢係講一個大家都係一個成對，即係一對翻舞台嘅表演者，佢哋喺個舞台後面發生嘅一啲事故。咁呢首歌咧就係、第一幕嘅時候咧，嗰個班主咧就周圍去揾，喂，你哋化好妝未啊？你哋又～做好曬所有嘢未啊？咁咧，跟住咧，個個咧就話：，哎，我化好妝啦，已經做好曬啦。咁啊，你又唱，我又唱。咁跟住咧，佢咧就會問啊：，喂，個女主角嚟未啊？咁啊，女主角咧就施施然打開隻門，因為佢哋啲女主角有間自己間房啊嘛。打開隻門咁走出嚟話：，我已經準備好曬啦。咁佢咧首歌咧就話：，我係上帝謙卑嘅謙遜嘅侍女。點解咧？佢就話。因為上帝賜了一個好好的先生，我不是一個一個女主角，但是因為上帝給了這個漂亮的聲線給我，所以呢我就去作為一個僕人，我就使用我的聲線去完成我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他就會說呢，他其中有一句，他說他給了語言給我，他給了聲線給我，令到我咧可以傳播佢嘅聲音，可以傳播佢想同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咧就變咗係一首我係上帝謙卑嘅事。呢首歌我自己幾喜歡，不過就個歌劇。
係呢個美星之約嘅可以成就到呢個美星之約嘅，都全靠觀塘基金會可以借到呢個場地俾我哋可以去做一個咁好嘅音樂會，我哋去做演練翻自己所學嘅歌曲。咁希望下一次我哋再一次，下一個月咧，我哋再有一次音樂會咧，就點樣？啊，你舉手。啊，係你啊！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在場嘅一位處女高人啊，咁下一個月咧就將會係佢啦。佢比較即係嗰個谷戲劇性咧更加豐富，我期待緊聽你嗰個音樂。好，咁多謝各位。咁觀塘基金會咧，其實佢哋準備咗一啲茶點啊，咁我哋可以大家傾下偈啊，